洛克嘅音樂嚟嘅，咁就好似巴哈嘅啊嗰啲音樂咁樣嘅。咁佢有兩個啦，一個係前奏曲，一個咧就係副格曲。咁第二個副格曲咧，就大家會聽到一個主題，單單一個主題，然之後咧就會不斷模仿啦、重疊咁樣嘅。咁希望大家中意。